方美学的质感，甜虐交织的剧情，一场影像盛宴的双向奔赴。2022年的古装家族群像剧《星汉灿烂》，以浓郁的生活氛围勾勒原生家庭情感关系和人物成长，编织出颇具时代风韵的人文肌理。已经退了婚，就以此巴掌为戒，从此我们程氏再也不会踏入此地。演员吴磊、曾黎、宝剑锋反复沉淀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在内敛克制间直抵人心。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，遇匪剿匪，遇敌杀敌，快！无论是鲜活充实的生活场景，还是流云写意的戏剧冲突，共同构建出复杂的人物图谱。哼，朕尚未示意，这帮朝臣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易主。唯有用心用情，方能打通与观众之间贯通古今的情感通道。2022国剧盛典向星汉灿烂剧组致敬。